弟，哥，干什么呢？写作文呢。哥，我要拿着这个作文去参加作文比赛。好，有出息。嗯，哥一定供你上大学。哎，写的什么呀？我的题目是我的哥哥，我的哥哥。哥有啥好写的？给哥念念。哎，我的哥哥，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，他有一对大大的耳朵，他还有着敏锐的嗅觉，他跟别的狗不一样，他叫小黑。有的人问我，弟弟啊，真的，你这作文写的不错呀！啊，来来，过来，来。呀，回来了，弟。藏什么呢？哥，啊，你看。哟，这不照相机吗？是啊。哪儿来的？我的作文获奖了，一等奖。哟，是吗？这是奖品照相机。有出息，哥一定供你上大学。嗯，哥，你坐，啊、我要给你照相。哎，哥难看，别照。哥，看这儿。哎、哥干活了。哥，看这儿。哥，哎，行了啊，这玩意儿挺贵的。哥，我要把相片洗出来，贴得满屋子都是。只要我一睁开眼睛，到处都是哥哥，到处都是哥哥。傻孩子，别乱花钱。哥，照片洗好了。啊，这么快啊？哥也看看。哎，这发型怎么还不太一样呢？哎，地上就别贴了，哎，哎，哎哎哎哎，踩脏了、啊、你这孩子，哎，挺好，挺好的哈、啊，哎，真喜庆。哥，啊，咱家有蚊子，啊，把蚊香点上，把蚊香点上、哎、啊。啊，烧手了，哥。哎呀呀，哥呀，哥哥，哥！你这一天都想什么呢？我供你上大学，我容易吗？啊啊！你出来！哎，哟，爹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打架了？是不是打架了？哥，他们说你，他们说你这辈子都没出息，就知道编草鞋，说你，我不高兴，就和他们打起来了。嗨，哥是没出息，哥就是编草鞋。弟弟，哥你别这么说，你得有朋友。你的路还长啊，他们怎么说哥哥不在意，这样你把小伙伴们叫咱家来，哥给你们做好吃的啊，别跟他们打架，你以后要有朋友啊。嗯，去吧。李泰，小明，薇薇，薇薇，我不应该跟今天的事儿跟你们打架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我已经不生你的气了，我们一起来玩吧。那我们还是好朋友吗？我们还是好朋友，我们跳皮筋吧。嗯，我们跳皮筋。好的，我先来啊。你先来，你最高，你先来。小皮球拿脚踢，你哥脑子有问题。二八二五六，二八二五七，全村的傻子他排第一。到我了，朗朗上口。小明，到我了，你。二八二五六，二八二五七，你哥傻子无人敌，一个月赚不了两块七。该我了，该你了。薇薇，你最了解你哥了，你多说点。小皮球架脚踢，我哥脑子有问题。二八五六，二八二五七，村里的傻子都排第一，一个月挣了两块七呀、啊，这辈子没有大出息。
哎呀，这就是你那个傻子哥哥吧？对，这就是我的傻子哥哥。不聪明，就这样一个月能挣上两块七吗？他吹的，对，吹的，哥，你看，我跟他们都打成一片了。可不嘛，打成一片了他。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在乎。好，你们先玩啊。来，弟弟，我跟你出去打成一片去啊！跟你打成一片，来，两块七。哥。哥，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明天一早啊，我就可以走了。喂喂，小点声。你哥刚睡着啊，让他好好休息。怎么了？没有，你哥他因为想让你考上大学，最近打了好几份工，最后身子骨扛不住，自己垮了。大夫，那他严重吗？还行吧。这样，微微，你呀，以后多陪他聊聊天，好不好？不要在意。行，大夫，你看我这儿也没有多少，就这些。别，爸，微微，听我说，这钱你拿好了啊。你是个好孩子，懂点事儿。你哥想吃什么，给他买什么；想去哪玩，陪他去哪玩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夫。先走了啊。谢谢。哥，呀，回来了。吃饭呗，哥给你做。哥，你都病成这样就躺着吧。你说我明天上大学就要走了，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啊？好，你终于考上大学了，哥高兴。哥平时对你那么凶，恨不恨哥？哥，要不是你管着我，我说不上现在干嘛呢。当初啊，你写了这个作文，你没读完，哥就把你给打了。我坏不坏？都过去了。来，再给哥读一段，哥爱听。哎，他和别的狗不一样。不是这句，往下读。这是哥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哥哥把最好的都给了我。我和哥哥相依为命。行了，弟，哥累了，哥睡会儿。你说你是哥哥，我是弟，你要为我遮风挡住雨，再难的路也要在一起。一心找到人生的路径。你干什么？你说你睡觉，我就给你盖被呗。盖被又盖这么高吗？啊！你一天到晚不盼我点好是不是啊？你考上大学了是不是？你牛了是不是啊？